今天是小灰灰的生日，要他外公抓了鸡过来，我现在来宰这个鸡先，不知道有多少个，好像两个吧。两个，宰一下这个鸡先。两大盆的虾，看，等一下这个虾子小胖来弄，本来是朗哥来弄了，朗哥没空，朗哥去基地去弄那个了。小胖做的虾子今晚上传虾宴。小胖煮的海鲜就是好吃，福建厦门那边的。开饭，开饭喽！开一口，然后分成两盘就可以了。来，来个猪肚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盘。